丽港城规模大，配套齐全。这个传统蓝筹屋苑合共38座，主要提供两房和套三房单位，客厅呈钻石型设计。屋苑临海而建，第一和第四期不少单位可以享有维港景致。另外，一期大部分座数在丽港公园旁边，朝公园方向的单位可享绿油油园林景致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既然有丽港公园为邻，居民自然可以享受到一个悠闲舒适的环境，想一边散步一边欣赏启德邮轮码头维港美景的话，拥有一公里海滨步道的观塘海滨花园亦在附近，既方便又惬意。至于屋苑本身亦设有会所，为居民提供球场和室内活动设施，适合一家大小。相对汇景花园，丽港城和港铁蓝田站有段距离，约有10分钟步程，但仍能吸引繁忙的都市人。因为交通选择多，屋苑内设有巴士总站，同时有多条巴士线路行经丽港城。由于邻近东区海底隧道入口，乘车去到港岛东区只需十几分钟，对揸车人士来讲亦相当方便。屋苑规模大，自然不少得商场，有食肆、超市、民生店铺和补习社等。想要多些选择，可以去到一个港铁站之隔的观塘商业区，就算步行过去 APM 商场，大约10多分钟亦可到达。